三个链终止法。这个方法以样品 DNA 为模板，加入单一方向的 DNA 引子 primer， 利用 DNA 聚合酶在试管中合成 DNA， 但设计成四个反应，每个反应除了加入四种去氧核苷酸 DNTPSY， 再分别加入少量其中一种 DNTP 的类似物，双去氧核苷酸 DDNTP， 合成新骨 DNA 时。DNTP 的五块端会接到 DNA 引子的3' OH 上，形成磷酸二酯键，然后提供3' OH 给下一个 DNTP 接，直到遇上 DDNTP 时，因为它缺少3' OH， 无法与下一个继续键接，就不能再加长。根据此原理，酶管内的部分合成反应会停在该种 DDNTP 处，形成各种长短不一的 DNA 片段。以胶体电泳分离后，即可依序由下到上读出 DNA 序列。本方法早期是以放射性标示作为侦测 DNA 片段的方法，后来不断改良，使用不同颜色的荧光剂标示不同种的 DDNTP， 而且结合 PCR 技术及毛细电泳设备，让反应及判读过程自动化，大大提升速度、精确度及适用长度。